我是刘明。台湾有100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我也是这100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我有一个梦想，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跨越障碍，展现才艺。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你曾有过老是学不会某件事，直到重复第300次才记熟它的经验吗？现在是凌晨2点钟，在罹患小脑萎缩症之后，常在半夜因为全身僵硬而醒过来，很久不知道好好睡觉是什么滋味。原来睡眠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奢侈行为。现在我按下楼梯之后，我必须扶着。如果你已经步履蹒跚，还有勇气一个人环岛4次吗？今天漫飞天使黄信安、小脑萎缩症的李子琪将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惊叹号。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介绍今天的几位主角。第一位呢，就是国标舞的高手，欢迎信安。主持人好。是，接下来呢，介绍陪信安一起上节目啊，可以说是信安生命中的贵人，欢迎小皮老师。刘大哥、沈大哥好，大家好。是，再来介绍呢，我们的之前是宪兵，对不对？是。对，然后罹患了小脑萎缩症。虽然他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笨小孩，可是你却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惊叹号，欢迎子琪。刘云老师，那陈永刚先生、小皮老师、新安，大家好。是这么有礼貌。你好。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他是新闻主播，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早年呢我们还是景广的同事，欢迎陈永康。我是刘明哥的老同事永康，今天很高兴，因为录影呢，跟刘明哥再次见到面。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这个平常啊，你不在的时候，对我是第一帅，你来了我变第二帅。怎么好意思呢？怎么好意思？你跟当年真的是没变。没有没有。接下来这一部分就是每个人3分钟的生命故事分享。那子琪先来好不好？好。好，3分钟时间交给你，加油。27岁发病，确诊为小脑萎缩症的林子琪，这几年身体退化得很快，四肢明显的不听使唤。子琪3岁丧父，母亲改嫁，发病后，在五房教会林牧师的邀请下，才搬来教会这个闲置已久的房间，安身立命。面上面呢，哈，他很多的不方便，好像我们觉得在帮助他，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是他反过来帮助我们，因为看见他的那个做事情，在突破一些困难。其实拿个筷子拿个碗，他对他来说都一个是相当要付出很多代价的，但是他都不会讲哎你帮我，不会，他还是慢慢的把它拿起来。那总觉得哎，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不是说要依靠谁。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们的丰盛，是给我们需要的一切。就是可能我环岛的期间，然后教会的牧师跟弟兄姐妹还会去家里关心我的爷爷啊，然后在我环岛期间给我关心啊、鼓励啊，那所以才决定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向他们学习这样。信仰的爱让子琪变得勇敢，变得丰盛，
他不再为老天的安排和怨叹，他要利用仅有的力气去做帮助人、鼓励人的事情。大家好，我是罕见疾病小脑萎缩症病友林子琪。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一场车祸过世了，从此就成为世界上超级遥远的距离，我没机会拥抱他。而顿时失去依靠的母亲，为了找寻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柱，选择改嫁他人。所以我是由爷爷与奶奶辛苦的抚养长大。完成高中的学业之后，进入宪兵的军旅生涯。服完宪兵役后，我在半工半读取得2专学历。虽然在这段期间已经有同学察觉我的异样，例如上下楼梯时歪来歪去无法保持平衡，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在意。是到了民国101年的过年前，我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是上网搜寻了相关资料，也看了日剧《1公升的眼泪》，才发现自己的症状居然与剧中的女主角类似。遭此打击而万念俱灰之下，我欲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去逃避如此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所幸在被热心的邻居发现，子琪才得以活了下来。之后子琪给予病友亲身体会的感受，透过音乐、写作、演讲等方式，让更多朋友认识罕见疾病和小脑萎缩症。坐在这里的子琪，是不是让大家觉得我不像生病的人？这就是多数罕见疾病朋友的特征，我们无法轻易地从外表察觉。就像每个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在不容易的人生里，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把握当下，珍惜拥有，一起为各自独一无二的生命努力，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祝福大家。哇哇，你真的很棒哎，你一气呵成。好，接下来轮到信安，把3分钟的时间交给你，听你来分享我的故事，加油。先打开这个档案，然后我们先要做按摩的报告，按摩的道具啊，然后你觉得那些东西可以就是让你学到什么？就知道怎么去操作。对，然后你就打上去说，老师拿了那些东西，那些按摩器材，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操作。中度智障的黄信安打电脑做报告，这种逻辑性思考的功课对他而言相当吃力，还好校方安排了陪读同学近身协助。放松，放松。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他有一个必修课是游泳课，他的游泳课每一次上课都老师都找不到人，因为他就是翘课。现在他已经可以完成蛙式，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让我们很惊讶。我以前会怕水的原因在，会怕会呛到，
哦，啊，怕会那个，万一有一天这个救护车来了，大家一定会很慌。哦，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害怕了，真的，那时候还不习惯，哎，就会害怕了，哎。那你都躲去哪里？躲在顶楼睡睡的觉。回忆起逃避游泳课的种种，心安也忍不住嘲笑当时的自己，但他终究克服了恐惧。好，那我们进到里面开始预备。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虽然心安学武的认知与记忆力比人差，但是他有一种坚持和毅力，比任何人都强。在我们特教班的时候，会利用下课的时间，甚至课后的时间，他自己留下来在那边练。退，避。他的精神其实是不输给我们一般的人的这样子，对他的毅力甚至比我们一般的人更好这样。舞动的双脚宛如信安的一对翅膀，有贵人的协助，漫飞天使也在展翅高飞。真的很感谢。圆梦新舞台节目让我有机会上电视，也帮忙我爸我妈终于有机会看到我的努力与表演。谢谢小飞老师一直这么照顾我，教我跳舞，也很感谢，也很我一定会坚持到底，跟小 P 老师一样可以去学很多人跳舞，可以帮忙身心障碍的朋友，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感到放心，为我骄傲。谢谢大家。你们念得很辛苦，来，请坐。真的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哦。是，是因为里面的字认识的不多吗？还是怎么样？是。啊？有个还不太认识。哦，还不太认识啊。哎。是。好，那是不是请永康针对他们两个的一些分享，给他们一些回馈？我刚刚旁边这样听下来，差不多十来分钟。嗯。这十分钟，但是我过去这一两个月。最情绪上面有波涛的一段时间，因为我真的非常感动，两位在我眼中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勇敢。我先说子琪好了，其实我到刚才才知道他是曾经想要自我了断生命的人。我跟子琪其实有共同的信仰，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或者是这么多的低潮，或者是死因的幽谷，但是你事后去想，其实这样的经历可以让你讲的话是更有力量，因为你有这样的经验，让那些同样跟你遭受类似境遇的人因为着你被激励到，所以你今天站在这舞台上面，我觉得根本就是用生命去感动其他生命的一个励志故事。嗯，所以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刚刚又听到那个信安非常可爱，除了勇敢之外我又觉得可爱，从头到尾都是笑脸迎人，从我们在录影之前他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笑笑、uh-huh.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刚刚短短的几分钟的演讲里面讲了两次他的爸爸妈妈。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他的爸爸妈妈，看到他来这样的录影上这样的一个舞台，我在电视机前面我都会掉下两滴眼泪。我觉得你太棒了。新闻主播不愧就新闻主播、啊、言简意赅是吗？没有赘词。对对对。好，所以问一下小皮老师，那信安目前因为他的智能受损嘛，对，他大概的一个智能，比如说残障手册是他们这个障别就是智能障碍，然后他被判定是中度、哦、问一下信安小皮老师对你好不好？好好，要说真的啊、
很好哦，非常。那平常教你的时候凶不凶？凶，非常凶。凶哈，然后。等一下，刘明大哥，好不好？很好，凶不凶？很凶，那表情是一样的，代表说我们无法辨别他这个时候到底是害怕还是压力啊？非常凶啊、哦！哎，问一下小皮老师啊，我知道你是。新安的舞蹈老师，对，后来呢，像现在，对，然后就是你们生活在一起，然后你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为什么你人这么好啊？一开始几乎算是收留他哎、欸，我也不会这样认为我是收留他啊，好好，说不定有没有那个他的感觉是我拜托他没有要跟我住。他并不觉得我是收留他了，然后等于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想要读大学，好，然后过来这所大学还真的因为他的舞蹈成绩有没有啊，让他可以去就读啊，好，那他可以读大学没有的话，那对我们反而哦问题反而来了，因为现在家里面只剩下中风的爸爸哦在家，然后因为他妈妈都在东港安泰啊，因为在那个呼吸病房。因为半身不遂已经五六年了啊，所以等于他家里面的话，等于父没有，等于是没有父母可以照顾他。我们都知道大学生有没有，包括连请假还是选科都要用电脑。那他家里面有没有又没有电脑啊？那我们就是觉得可能联络上比较不方便，然后就变成说没有直接有没有跟信安的爸爸讨论。所以我就留信安有没有跟着我住舞蹈教室，等于不是只有他，等于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舞蹈教室。那第一学业我比较好协助他，第二就是舞蹈的方面的话，他一定可以借此可以学更多的舞蹈。所以信安你现在上大学了，有没有很高兴？有很高兴。有没有女朋友？讲实话。有没有？有啊、哦。哇。是因为你还要问几个啊？因为你很帅才会有女朋友吗？不是，他是主动过来的倒追的哦。这样啊？他女朋友五官很清秀。那他有没有？你有没有问他说为什么会喜欢你？跳舞嘛。跳舞啊。哦，跳舞啊。好，再问一个问题。对，因为我觉得你还长得蛮帅的哈。你觉得你比较帅还是永康比较帅？两个都差不多，哎呀，两个差不多，哎呀，这个完全不伤人，我也没有被伤到，这很好很好。哎，他已经有点社会化了，非常厉害，是是，这个标准答案。好，现在问一下呢，子琪好了，没生病之前哈，对你当过雄赳赳气昂昂的宪兵，然后从一个这么活跃的到一个动弹不得，你心情是怎么样的来接受？就是像。刚讲了想要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去逃避这个事实，就是刚开始也是没办法接受啊，对，然后后来就是后来是在信仰的帮助之下，然后还有很多朋友的关心跟鼓励啊，然后使我去打破这个恐惧的高墙，然后让自己继续走下去，就是不为明天忧虑，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到说，妈妈在你三岁的时候就改嫁了，那还有跟妈妈联络吗？没有，没有啊。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跟妈妈说什么样的话？是，也许妈妈不小心刚好就在电视机旁边。看到这一集，妈，我不会怪你。我知道你那时候有你自己的难处，那我现在也过得很好，有教会的牧师跟弟兄姐妹的协助跟陪伴，那就请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一起努力。是，我想分享一小段，就是我自己也是单亲了。我那时候一度把他们的婚姻不和，有部分我会内化成为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因为他们离婚，后来，父亲去照顾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也有小孩。我就想说，是我们不够好吗？是我们不够优秀吗？我会把他们的失和归咎在，我会把揽到我身上有部分，然后那时候造成我很多的压力跟痛苦。对于妈妈那段时间，当然变成单身之后也会交一些异性朋友，我也是极力的觉得不爽，
每天看到我就不爽。但是后来也是到了我自己有家庭，开始进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人当时都有自己的难处，你很难去完全的同理他们当时的想法。所以我跟我的母亲后来也有修复跟很好，同样在信仰当中，因为我把那时候的一个怒气、一些怨愤，当作我自己对自己激励的一个过程，就是我鞭策我自己要比别人早出社会工作，对自己负责任。是，所以还好我没有交到坏朋友了，没有学坏。所以我把那个负面情绪变成是鞭策我自己的力量。爸爸一定想不到现在你这么优秀吧？所以你就看着生气好了，后悔了。是。好，谢谢大家分享。那下一段呢，就是我们的才艺表演，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谢谢。上一段节目中，子琪和信安用不算流畅的口语表达，分享了各自的生命故事，诚意十足。接下来的才艺表演，他们也将全力以赴，让你刮目相看。然后现在三四五六七向上，2 2 3 4。信安跟着小皮老师学舞将近7年时间，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的比赛，武艺杰出，成绩优异，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带着身心障碍的弟弟妹妹当起小老师。5 6 7 8，前进来，脚打开，关关门，右手左手可以先过。我觉得没有，他一开始是没有天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讲他有天分，左右就分不清楚了，然后没有，然后举脚还是举手都搞不清楚。然后伸脚，他在的证明，他有兴趣，他愿意挑战，他也珍惜，所以没有才有今天的信任。和5 和 6 7 7 和 8 8，1 和 2，那哪里又错了？5 和 6 7 7 和 8 8，1 7 5 和 6 7 和，追上去1 和 2，绕过，再次5 和 6，波塔两个和7 和 8，绕过去，出右脚，再原。我是不是说在原地？你是不是又撞他了？你觉得我看错吗？还是我要问你一句，你觉得我看错吗？还是你也学会没有要讲借口的？你刚才是不是又撞了？是不是又冲出去了？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怎么跳怎么跳？预备起，这样有没有出去？你是不是又这样子了？我说你刚才是不是又这样子了？再一次哦，再一次就不用跳了，就给你休息，用力休息，都不用再跳了，好不好？信安有一种本事叫做毅力，他从不怕学不会，即使被骂也是一遍又一遍的练。那现在大家都没有会赞扬我，说没有，说我很有毅力，我很有耐心。那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讲，其实我是回过头我没有去跟信安学，他是坚持的很快乐，就再苦再累他都笑笑的，那我怎么可能放弃？我放弃就很没有理由。记得要专心啊！有时候最笨的方法，反而是最牢靠的方法。勤能捕捉，说的一点都没错。加油！不要急，音乐慢，来喽！1 和 2 3 和 4，不要冲，很好。7 和 8 and 1。就很好很好，这样是不是就没有撞了？你看，小脑萎缩症是一种缓慢渐进式的共济失调，身体的运动协调功能出现障碍，甚至有口齿不清、吞咽困难等症状，后期甚至可能成为有意识的植物人，所以透过活动或劳动也是复健。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子琪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
是自己做口语复健所唱的木棉道。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常常现在唱歌是为了复健，用手机录下的影像则是疾病恶化过程真实的见证。你看我小时候没有人陪伴嘛，然后我就唱歌，其实也是这种情绪的抒发啦，透过这些歌好像给自己安慰啊，像潇洒走一回啊。如果有一天我没办法开口说话了，还能播这些歌曲来给自己听，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嘿耶，我和想飞上天。子琪的复健计划还不仅于此。2014年，他推着助行器做了第一次的环岛，这也是他重生的开始。以前的我好像井底之蛙了，然后透过环岛也是帮助到自己，所以其实人生的旅程真的很奥妙，就是你的选择会可能会改变你的一切。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去做环岛这样动作，或许现在我可能已经不良于行了。哦，邻近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时代吹到城市，不怕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那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谈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拍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永康要不要针对他们两位的才艺表演，给他们一些？我如果当评审的话，我就现在立刻转身按铃过关。是，哎，很棒哎，尤其像子琪他讲话的速度比较，有时候我刚刚聊天了，
他思绪逻辑完全是清楚的，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想的速度是一二三四五，但他讲话的语速是一二三，就想的速度是正常很快的，但嘴巴跟不上，所以我一度担心说他唱歌的时候会不会跟不上节拍，但我刚刚听很 OK 啊，而且你是从头到尾歌词都背起来啊，因为就是这首是比较熟练的歌曲，主题曲，因为他刚才唱说前面没有大字报也没有字幕啊，他可以唱得完，是，基本上我能够唱完完整的歌带这首国歌吧，其他的歌词我也都记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可以完全唱得完，而且他歌里面有一个歌词，老天自有安排，我觉得当你的环岛的主题非常适合，好，那心安，这不要讲了，他的那个一举手。臀就翘起来啊！哎呦，一举手不就看臀就翘起来了吗？国标舞的标准动作，超级标准，而且他跳舞的时候就有自信，感觉那是他会让自己更有自信跟快乐的一件事情。是，跟你一起搭档那两位是谁啊？一个是唐氏症的管义啊，一个是跟我一样中度智能障碍的许明华。是，听说你们还取了一个名字，对不对？叫什么名字？邦角飞舞团。啊，邦乔飞，邦乔比啦，哦，是，以前邦乔飞啦，是那个邦乔飞吗？哦，这样啊，那教像心智障碍的这些孩子，你觉得跟教一般人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其实主要就是认知的问题，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不一样，有的是记忆力比较不好，有的是节奏感比较不好。我反而有没有借由跟他们磨合，然后学了很多奇招啦，就是有的可能要抱着跳，让他踩我的那个，在电影看是很浪漫的事情，就是让他踩着我的脚，电影是不是有这样的画面，男女朋友，然后可是事实上我要用到，然后没有，然后抱着他变成我要相对有没有要很有力气，然后有的时候没有是要学动物，比如说我一讲他可能就会说来学蛇，学蛇啊，比如说学老虎，比如说我们学周杰伦，有一些卡通啊明星，就一个，周杰伦是怎么样？对，周杰伦。不错哦。所以你有一套独特的教法哎。变成在他们身上学来的，你讲这个他们就听得懂，而且诠释的非常快。听说他也为你做过一些让你很感动而且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要不要说个一件到两件？工作没有可能，也许比较忙碌，长时间的没有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晚睡早起的人，然后可能睡眠比较不足，然后突然就看到现在没有拿一盒那个白兰氏基金，因为我明知道他经济不好啊，他要靠捡资源回收啊，然后他拿一盒白兰氏基金说要送我，没有？我还没有说谢谢，我就是那种很像那种爸爸妈妈先骂他几位的来啊，为什么开机？结果他学那个广告词，我是看那个电视广告啊，我一讲我求你安尼的身体安尼袂通啦，爱食这边的啦。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有点点，其实内心已经流眼泪了啊，就很感动啊，等于说，原来他们知道啊，他们也很诚恳的，没有也很。很用心的在关心他们这个老师，而不是说就很怕我凶而已啊，知道说我需要帮助，还是说我需要休息，还是这样。是，他就拿那一盒来的时候，我是很感动啊。老师这么照顾你，甚至把你当成弟弟或当成小孩一样，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说？比较保重嘛我知道你，因为你私底下有跟我说，有一件事情你要提醒老师，就是因为老师很喜欢。对，来你说一下，是抽烟吼，是对有身体有害的，是有些有害的物质啊，就是有个烟油哈，我以前我堂哥哈就是抽很重啊，像我那个二哥的弟弟啦，算他弟弟，一直抽，然后又灌冰水哈，灌到死掉，所以你很怕老师这样。如果老师这样的话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用跳了。听起来好像放学下课的感觉。就不用跳了。人家是很真诚很直接，对。对对，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所以你会不会担心他如果这样怎么办？
变成要拿像外拍了。然后还要放，那时候已经不用白兰氏基金了，就烧金子就好了。他们就这么纯真，对，毫不掩饰，很棒啊。对啊，好，那接下来问一下子晴了。我觉得人生最棒的就是给自己不断尝试跟挑战，就像去环岛，而且你还四次哎，是啊，一次以你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为什么要为自己做这样的一个环岛安排？因为我的成长环境让我比较自卑，所以我就是造成我的人格还有行为上都会很容易去在意他人的眼光。那如果我就想说我该怎样去克服我在成长过程养成的人格，那如果人家看到可能都会有异样眼光，然后一直注目。所以除了环岛圆自己的梦之外，也透过环岛的方式让我克服了从小到大造成我的成长过程造成我的心理障碍。而且环岛也是一种复健，对不对？是。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环岛你花了几天？我第一次环岛就花了44天。像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我到礁溪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台南的旅行团，嗯，那时候刚好是假日，我没有预先订房，所以都客满了。那旅行团的一位朋友就看到我在那饭店的外面徘徊，嗯，那他就过来关心我，然后就跟饭店老板说，请他用一间房间给我住，然后也帮我付那一晚的费用。啊，是。而且我知道你环岛每一次都会有一个主题，对不对？是。但是最后一次环岛，然后你用的好特别啊，生前告别式。是。你觉得你快要挂了，是不是？那时候。嗯，因为像我说症的症状，我们没办法控制，所以我就趁我就感觉我生理状况已经慢慢就是逐渐退化，所以我就利用这一次，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就把握这一次，然后去透过这样的环岛去感谢前面三次给我协助跟鼓励的朋友。其实人生很难说，有时候无常跟明天哪一个会来临不晓得。比如说到最后瘫痪在床不能够再动的时候，其实也许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也是你很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对啊，所以很感恩圆梦新舞台，然后也感恩大家。我们常说忧伤的灵使人干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他们两个人活的生命，我觉得比很多健康的正常人都更加的丰盛，因为他们活出自己。而且你们真的是化心动为行动，对，然后把口号变成具体的行动，很棒。好，非常谢谢你们。好，下一段节目呢就是你们的圆梦计划，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谢谢。子晴令人动容的清唱，心安令人赞叹的舞技，都是他们丰富自我生命的方式。接下来的圆梦计划又会有什么出人意表的创意呢？主播应该要让听众在你讲话的时候听到重点，所以有几个诀窍，遇到重点那几个字放慢速度。非常感谢型男主播陈永康的面授机宜，今天我们也在大爱台新闻部彭群碧副理的协助下，让子琪实际体验当主播报新闻。那我们今天中午的午间的主播，我呢？对，我是嘉珍。嘉珍主播，每天中午的午间新闻主播。对对对，待会要准备书画。对，所以他就会在这边化妆。那我想说，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空时间，可以带您进去导览我们的新闻棚，然后体验我们的一日主播。现在直接托子琪的福。
平常观众们看不到的新闻录制过程，今天都会真实呈现哦。因为我们这一层啊，摄影棚都只有主播一个人，也没有摄影师，就是主播一个人啊，非常孤单的在这里，但是要面对全球的观众群。对，但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耳机，还有我们的麦克风，跟导播来做联系。然后导播是在五楼的副控室。哎，导播有听到我呼喊你吗？我现在是新闻棚里面了，这就是我们大爱新闻的背景是绿色，都看不到，对不对？但透过导播的合成之后，我们会站在一个有实体的一个背景里头播报新闻。可以及时合成。及时合成，对对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背景。欢迎收看大爱午间新闻，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念一次？好，三倍券昨天开放。啊，实体开放还是开放？对，开放让实体购买，民众只要带着健保卡跟1000块到邮局。说话要帮我做大改造，你就会看到主播的台面下跟台面上会很不一样。啊，因为这个特别合身，这件是新做的。好好好。好，新秀主播啊，对，你帮我这一下麦有没有磨到了？好，我知道。好的。午安，欢迎收看大爱新闻，我是主播林子曲。三倍券，这样看就要模糊。模糊哈，老婆，我们再一次哈。不好意思，没问题，没问题。券昨天开卖，大概意思记得。好。好。你要往前一点没关系，可以。再一点点前面可以吗，导播？好，可以，那我们再一次哦。看得到吗？确定。好，三倍券昨天开门。OK， 好。有时候我也看不清楚。午安，欢迎收看大爱新闻，我是主播林子曲。三倍券昨天开放实体购买，民众只要带着健保卡跟1000块，就可以到邮局购买纸本券。有民众4点多就到门口等候，不过第一天人潮比预期的少，几乎都不用排队就可以买到。超赞，超赞。很顺很顺，台风也很好。是，有没有？轻松一点点了吧？嗯、好，待会儿要有点笑容、哦，用笑容跟我们的观众 say bye bye。好，对对对。感谢收看这集的大新闻，我们再会。大成功！谢谢。心情如何？手机只要访问一下大主播，今天第一天播报新闻，感受怎么样？就是，跟你们需要准备还更多。今天圆梦过程中，子琪的话很少，笑容也不多，看起来好像很镇定。其实他事后跟我们说，刚才紧张到心脏蹦蹦跳，就可能第一次这样。所以心里很激动，一个很好回忆，就是很感谢大爱电视给我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今天在潮州日式建筑历史文化园区里，有一场很特别的活动，这是由小P老师一手策划，在潮州政工所的支持下，结合在地的舞蹈协会、启智启能关怀等协会所举办的潮州舞告赞，先在这边准备了哈，然后帮我看有没有缺人。陈立元，你一定要讲的，其他的随便你发挥。我知道你会乱讲话啊，可是就算了。其实哈，听哦，你看能不能记得起来哦。其实有没有从小P老师有没有带我去比赛表演？有没有？我看我的同学每一个都有爸爸妈妈带着，有没有？我就很羡慕他们。其实这个活动也是我们跟小P老师讨论后，为了新安的圆梦计划而诞生的。
心安学舞将近7年，可是中风的爸爸却不曾看过心安在舞台上的演出。于是今天的圆梦计划，我们要把心安爸爸载到会场去，让他亲眼见证这些年来心安的成长与成果。我来看看，要冲啥你才跟我讲，好吧？你才先坐。此时还在后台等待的心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爸爸到来，让他有点紧张，看起来面无表情，好像在放空发呆。第一次看儿子在舞台上跳舞，心安的爸爸眼神里有了光芒，他使劲地拍着手。参加非常多的比赛，还有舞蹈表演，对不对？那有哪些呢？恰恰、伦巴、街舞、圣法。哇哦！其实从小皮老师带我去比赛表演，我很羡慕。来自己哪？来自己哪？舞蹈教室其他的同学都有父母陪他们，我妈妈住东港安泰医院，贯穿骨髓6年。我爸爸中风不方便，从来没有看过我跳舞。感谢大爱电视台和潮州政工所的帮忙。心安，这么赞，你有欢喜吧？现在呢，还有，真感谢，千言万语嘛是感谢大家对心安，感谢，谢谢老师，感谢。